欢迎大家嚟到玩 Brawl Stars。咁我哋会玩 Brawl Stars 咧，我哋亦都用 Leon 呢个 Legendary Brawler 去玩呢个叫做唔同嘅地级，因为今晚我有攞咗佢个 gadget Cold Brawl，所以我就谂住同佢一齐玩晒Robo 啊嗰啲嘅。咁而家将开始啦，等一等。咁我哋而家继续开始啦。因为我有呢样嘅 gadget 啦，所以我哋就一齐玩晒 Robo 啊、Brawl 啊嗰啲嘅。咁我今日主要目的咧就系用呢样咧去玩唔同嘅 place 嘅，即系唔同嘅地方，例如 Jam Grab 同 Brawl 系最近嘅，应该呢样，同埋Bounty 先啦。咁我今日冇 Bounty，所以算啦。咁我今日而家即将开始啦。如果大家有咩留言嘅话，就喺我哋下边嗰度留言。如果唔系，就错过我哋嘅机会啦。首先，我哋玩 Jam Grab 嘅。哇，有彼得伯 M 同埋彼得伯呢个叫做 Mortis 同埋 Tara，暂时赢噶，唉，暂时输噶。喂，唔好抢走咗 Tara，唔好攻击我。走开啊，阿彼得伯，你唔好攻击我啊！虽然你好劲，不过我都系好劲嘅。你搶走咗咩嘅？一比一比二啊！因為嗰個 Mortis 搶走曬啲 gems 嘅，加埋有 super，不過唔理佢。彼得伯而家暫時都係兩個同一性有兩個 gems 嘅，一直要殺彼得伯。哇！而嗰個 Tara 仲有金鐘安。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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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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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唔好搶開呢度有錢。你埋啦埋啦，分身，都死咗啦！我俾人大分身咗啦，已经 Mortis 嗰啲彼得伯全部攻击紧，而家十比几多零啊？系，我哋家阵时已经走咗14秒啦。唉，输咗输咗，有冇搞错啊？有冇搞错啫？唉，输。咁我哋跳咗之后，我输咗就唔再玩嗰个 level， 我哋就玩 social 啦。如果你够时间嘅话，咁我就可以继续玩落去，从头再玩多几次嘅。输紧，我哋。而家 Rosa 喺我哋後面喺度攻擊緊，不過而家 Shelly 暫時有 Super， 所以可以殺好多人應該。Barry 啦，佢哋喺度。啊！咗啊！到嚟啦！我哋而家我有4個 Crowns， 我個同伴仲有12就起啦，應該分身。咗呢埋。死咗啦！又我用个分身爪死咗佢，死咗已经。酷，而家暂时攻击紧，赢晒第一名。即系话，如果你系玩收单个咧，可以玩 solo 多一次。我可以玩 solo 多一次，同埋 show， 但系 show 就系同两个人玩，而家 solo 就系一个人玩嘅。我要一定要挑战晒两个嘅，如果唔系嘅话，就唔叫做挑战嘅。死咗佢，簡單又簡單就開曬，因為呢個人佢個遠離攻擊同嗰啲 Piper 都已經好吹咗好耐啦。而家佢哋而家暫時攻擊緊我啦，我得兩個 James 好似唔夠打，分身，哎呀輸咗，不過第四名啊，都叫做贏家嘅，不過又唔係太算勁嗰種。Solo 我玩得好差，不過有五個嗰啲。嗰陣時因為係第四名都有啊嘛。好啦，下一個我哋玩 Brawl， 大家應該好熟悉 Brawl， 應該用啲新啲 Brawler， 例如一啲叫做 Firmo 啊、Penny 啊咁樣啊嘛。咁我今日用 Leon 都係其中一種快打 Brawler。咩叫快打 Brawler？ 即係速快打船嗰啲。哎，輸啦！第一名咁容易輸。我分身啦，分身呢个唔好用啦，不过用分身
係攞到個書爬，大家記住唔好行過去，因為我覺得個 friend 會自動攻擊我哋，就算佢有書爬的話。係嚟啦嚟啦，肯定攞噶啦，嚟，估到你會嚟我哋呢度快，所以我就預備咗。我話 friend 都唔知攻擊緊啲咩，佢好似新冷戰。大約好似蓋過個臉，而家全部攻擊緊啦。Bibi 用佢 super 啦，之後佢咧，我估到咧，佢咧就用佢 super 再發射多一次。等陣，嚇！你居然話咁樣就可以分身到我咧，係好勁嘅。Leon 咧就係一定要係抽中係 Big Boss 嘅，如果唔係 Big Boss， 如果唔係我就抽唔中我咧。例如是 Mega Boss 最適宜抽中 Legendary 最少人抽中，所以我在 Big Boss 那裡抽中 Legendary 一個。我們不要殺住先，我們不要講完，我分身，分身搞定，我一殺一起來找 Brother。 那你的 Con 就可以幫你找 Brother， 所以很棒的，兩個服務了在那裡。佢竟然犧牲佢嘅蘇卡，寧願贏，估唔到蘇卡因為唔好用。嗱，望下 Bibi 都唔夠我勁啦，而家 Free 冇啦，嗰啲啫都係唔好渣嘅人物，而家要忍佢哋後邊，再發射多一次。好啦，冇搞錯啊 ，friend， 點解無端端要復活噶你？如果你唔復活嘅話，我已經入咗波啦。咁暫時咧 ，Free 武咧就用唔到佢 super 再殺埋佢先得噶。如果唔係嘅話，佢用咗 super 嘅話，就係話哎呀又輸啦。佢2-0，我輸咗，真係慘。Leon 又唔係太好用嘅人，不過佢 legendary 係好過 Crow 好多。玩 Bro 依個 robot 啦 ，robot 咧好好玩嘅。兜曬咁多個 big boss 真係好難玩呢、這個，不過用 Leon 大有冇分用。應該是用 Anger 才好玩，因為 Anger 攻擊快，第一攻擊快它是很厲害的。現在兩個 Robo 不知道做了什麼，在這裡發射著我，哈哈，不夠厲害。為什麼暫時現在完全沒有 Brawler 在這裡殺人，因為 Anger 已經殺了大約，但 Anger 就不是很厲害那種，就是有 Line Brawler， 就是說這些 Code 啊，它可以遠快攻擊，即是說 Robo 那些 Brawler 在遠快攻擊之前可以殺了它，還有 Leon 都可以在擋尾之中擋尾它，這樣還可以快速攻擊，所以大部分它們都很厲害。現在所有人都在鬥 Anger， 哎，有個大 Big Boss 在鬥緊我的人，殺我吧，470，我的命都很高下，因為我玩已經是 level 紀錄了。我哋鬥 Big Boss 仲係依個叫做 Extra Big Boss 好難打。如果你係已經係攞咗個 Extra Boss 嘅話，應該係好多。依家 Extra 黃色嘅啦，差唔多變黃色，真係點樣變咧？引嗰個 Big Boss 過嚟先，我要啊！個 Big Boss 追緊我。哇！大約900米啊！而家冇人理個空就啦，越殺個 Big Boss。咁我而家都唔知點算啦。哇！成1450就攻擊，而家淨係得。好屎人，輸緊我哋87啦，已經28秒之內係根本冇可能鬥到玩呢個 Big Boss， 所以建議大家用 Anger level 6或7，同人哋玩下先。人 join 咗啦，咁我哋而家一齊會繼續喺度玩。我哋會玩 Robo Wizard 嘅，一齊嚟啦！出聲 Even 我哋。我們繼續就玩這個叫做 Robo Highway 的，現在我的 Robo Site 了， Ready 了，等一下 King Lu 還沒 Ready 的，都不知道為什麼 Timing。好了，我們現在開始繼續玩了。咩唔 ready 啊？系，開始啦。
系呢个，呢、这个咧就会封锁晒嗰啲 Big Boss，所以根本就系超好玩嘅啫。啲 Big Boss 又斗唔到我哋，正吓。而家咧，暂时咧，两个都系亡命嘅，一比零啊！而家，就算 Big Boss 点样行都，佢都系封锁，因为佢达唔到啲 Acceleration 啦，即系达唔到未来时光机，所以其实根本就冇可能可以玩到。如果就算佢系玩 Big Boss 嘅话，我杀咗佢先。你杀到我先啦，分身。因为分身嘅话系多人手咯。一个分身体咧可以搞上成几百万，应该好似话输紧嚟噶。有冇搞错啊？双重 Big Boss 同埋双重 Shelly 根本就系冇法斗到啦。我哋继续玩下一盘，我哋玩黑松嘅，黑松哪里好玩？因为快要有人用 Brawler 去出城嘅，用 Brawler 佢好啊，我哋都唔算啦，我都要玩嘅。而家我哋要开始啦，你仲未得咩啊？系啦，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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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哋玩 Sight 又嚟多一次，冇办法啦，都用啦。有冇搞错啊？本身系谂住玩嗰个噶，而家变咗呢个，真系惨。哇，唔系嘛？佢嗰个 Shelly 与佢 Super 再杀埋我，搞到完全唔系斗唔赢。Shelly 而家又攞 Super， 都唔知点解佢咁劲。佢仲要话佢四塔天神添。傻！哇，咁都攻击到，佢仲用埋个 gadget 个 poco， 而家我哋暂时系输噶，唔使讲九 level 嘅 boss 喎，九 boss 系等于第一个大 boss 一样嘅啫。我个空身体咧应该可以杀到佢，忍咗佢先，忍杀。殺咗先啦！既然你咁想的話，殺咗佢。level 九嘅 Big Boss level 十七殺我啦，不如死咗。呢啲咧唔好玩嘅，要攞好多 Big Boss 啦，之後要殺人啦，要搞好多嘢先殺到 Big Boss。所以我覺得唔係太好用。唉，輸硬啦而家。他們現在有五個 James， 我只有了三個 James， 有個四個那些螺絲批子。現在 Poco 還要開始搏命攞這樣，用了 Super 啊，他知不知道你們。現在是十級的 Big Boss， 還要是一個叫做人家隊友的 Big Boss， 讓他們過來先。又是雙重攻擊，為什麼他來去都是雙重攻擊的呢？兩雙重攻擊又很厲害的，剛剛那個盤也是先，其實那個是黑松的，黑松。我今日玩到到此為止嘅，因為冇曬時間啦，所以好對唔住，我今日玩唔到咁耐嘅，拜拜，記住咧，唔 subscribe 啊！